听说金字塔里有奥特曼，这个小五妹妹争着吵着让唐三哥哥送她去金字塔呢。小五妹妹，你好幸福呀，有那么多唐三哥哥在保护你。哎呀，唐三哥哥的数量怎么减少了呀？就这么点唐三哥哥可是上不去金字塔呀。据说小兵爱打架，数学不好，可玩不了。不过唐三哥哥可是我们班的数学课代表哟。一顿加减乘除，唐三哥哥的数量已经770个了。我的天哪，怎么又剩下120多人了？这也太少了吧！这样的话是上不去金字塔的。小五妹妹还给唐三哥哥加油打气呢。唐三哥哥是一个坚强的人，无论路途有多么困难，唐三哥哥都不会放弃。现在唐三哥哥虽然只剩下了120多人，但是只要我们的唐三哥哥回答完最后一个问题，那么他的人数就会成为1015人。小五妹妹，你真的能登上金字塔吗？要知道金字塔可是没人能上去的。哇塞，有那么多唐三在保护小五，小五你真的好幸福呀。我的天哪，他们直接来到了顶端。哇塞，什么情况呀？唐三哥哥的数量怎么越来越少了呢？我的天哪，小五妹妹竟然直接进入了金字塔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。小五你走慢一点，金字塔里面究竟有什么呀？哇塞，这里有一个狮子。哇塞，这里还有一个传送门。天哪，这竟然是光之国入口，还有迪迦奥特曼给我比心呢。